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，为何会是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。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为何不让我分享，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，怎么你会变这样。微微，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我老板陈倩倩，她逼凌霄放弃你。什么意思？今天白天，凌霄过来找陈倩倩借钱，然后陈倩倩就以此来要挟凌霄，告诉他必须要跟你分手，放弃你之后跟他在一起，他才同意帮凌霄这个忙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努力捍卫自己的爱情，不能拱手把自己的爱情让给那个老女人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当没听见啊？再这么停牌下去，我们的股价肯定跌惨了。就是啊，以后不管公司叫赵氏还是和兴还是盛华，我们小股东们对这些都不关心，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重组不重组也不管我们的事儿，要让我们这样亏损下去那绝对不答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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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决不同意重组，不同意重组。没错，主要是复牌上市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各位股东不要着急，我们也在想办法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稳住各位的股价。我们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护各位股东的利益。说这些都没用，我们的要求就是复牌。不复牌我们赔了。各位，复牌也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说复就能马上复的，你们也得给我们时间吧。三天。对，那就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之后必须复牌。没错，复牌就给你们三天时间。对，给我三天时间，再不复牌。对，没错，你们三天时间。对。
据我所知，核心的小股东们已经把他们的股东大会闹得不可开交了。这就有意思了，是他们自己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干嘛不把他们给吃了？等三天核心集团复牌之后，你们就伸长脖子看着我怎么吃掉核心的。听孟总这么一说呀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是核心的股东了。我就说嘛，跟着孟总干准没错。我孟彤不是一个吃独食的人，有肉大家一起吃。接下来核心马上就是我们盛华的，也就是你们大家的。为了我们的计划，干杯。呀，都在呢。早啊。早啊。早。哟，在淘宝呢。哎，你要不要给你也订两个？给我也订。啊，我就不要了吧。快散了散了，陈总来了。就来，哎，又有咖啡喝了，保重啊。陈总好。你每天都给我送花送早餐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啊。可是你对我的付出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应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值吗？不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喜欢你，但这与你无关。你真是个傻子。以后早上不要给我买三明治了，我胃不好。要买的话，给我买点热的吧。热的？那粥怎么样？要不喝粥吧，喝粥好。有鲜虾仁的，还有蟹肉粥，有皮蛋瘦肉粥。总之，你想喝什么口味都有。如果我愿意离开他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这不就是你帮他的条件吗？离开他，难道你不爱他了吗？爱啊，但跟这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公司对他来说现在有多重要，你的帮助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你真的愿意为了让我帮凌霄而离开他？我愿意。喂，别喝了啊！你们俩都喝成什么样了？别喝了，不就没筹到钱吗？哎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跟我走，走啊！哎呀，慢点啊！小心啊！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哎，这个威士忌加啤酒真的不能喝，太厉害了。那还头晕吗？不晕了。不晕就起来吧。我躺得挺舒服的，再躺会儿呗。你是挺舒服，可我腿快麻死了。哦，给你揉揉。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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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哦。薇薇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觉得我们能打败盛华吗？其实。今天我看见你们兄弟两个在酒吧喝得烂醉，我真的非常生气。我知道你们没筹到资金，我知道你们压力大，也知道你们承担了多大的打击，可是我认为这不能成为你们自暴自弃的理由吧。我希望你记住，人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是不能没有希望。我看见你，就有希望了。
好了，快回去吧。平常都是你送我，今天我送你。送我？嗯。你怎么送啊？嗯，目送。哎，没动力，走不动了。这下有动力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萧，怎么了？保重。怎么搞得跟生死离别似的？明天见。嗯，来。回来了，嗯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太晚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不行，睡前要先亲一个，不亲的话代表你不喜欢我。你怎么这么磨叽啊？我就这样，你亲不亲？亲不亲？你说让我多一些信任，我说我们之间有多少可能，一些些一片片一点点，是心酸还是爱过的余温？我说每天爱你是我的责任，其实我们都在自欺欺人。你明白我明白都明白，我们只是一对孤单的恋人。我们都是海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得那么深？是心痛，是嫉妒，是残忍，或是彼此还有深爱的可能？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飘来荡去，只是寻找自己的缘分。拥有时觉得平静无声，丢掉了却又觉得寂寞撩人。妈，薇薇，你怎么这么晚给妈妈打电话呀？没事，没事。薇薇，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想你了。薇薇，薇薇，你别哭，你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啊？妈妈会给你做主的，听妈妈话，说话呀。不哭啊，不哭，乖女儿，不哭啊，薇薇，薇薇，宁宇，我回老家了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也许我已经在飞机上了。一路走来，我很感谢你的陪伴，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很快乐。
以后没有我的日子，也请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，好好珍惜你爱的人。我会在远方祝福着你，祝福你们。请不要为我这次别离而伤感，因为离别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。微微，喂，宁宇。喂，凌霄，微微给我留了一封信，她说她要回老家，我想她现在应该在去机场的路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马上去机场。好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。你为什么每次都不辞而别，连招呼都不打就走？到底为什么？我厌倦这里了，厌倦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。难道我们的感情真的这么不值一提吗？就没有一点让你留恋的地方吗？已经过去了，你把我忘了。我并没有输给你，我是输给了爱情。输给爱情，我心甘情愿。爱情根本没有输赢，希望你不要放弃对爱的信心。凌霄，请你不要再威胁魏巍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凌霄，你误会了，我要去意大利休息一段时间。能为你们公司做的事，你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微微是个好女孩，你要好好珍惜。谢谢。那我走了，你要保重。给我吧，陈总。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吃早餐，早餐很重要的。
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你要记得告诉我，好好干。早点回来。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，赵氏集团和熊大集团终于完成合并重组。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次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一次蜕变，是赵氏跟熊大共同的蜕变。未来的路我们会走得更好，走得更远，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们任重而道远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目前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。恭喜恭喜啊。老同学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不够意思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老同学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怎么也得有一个古典的座钟才行吧？请笑纳。哥，以大局为重。两位董事长，时间快到了，马上挂牌吧，大家可都等着呢。孟董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。这钟不错啊，我们刚好缺一个时间的见证，就让他来见证我们核心最重要的时刻吧。目前赵氏和熊大合并后的资金有40亿，再加上陈倩倩注入了10亿元的基金，我们现在有50亿，来跟孟童做最后一搏。那这样，明天召开所有股东大会。好，嗯。因为曾经拥有了你，看见风景，直到分离才看清一路铁打的回忆。摊开掌心和脉络，走过相同足迹。
心连着心的感动，了解才是兄弟。让河变成海洋，我们划着船桨，渴望很感动的眼泪不停唱，做兄弟一场，我们有足够力量，天大地广，你我去开创新的希望。何兴得到一笔关键注资，他这样一做，一来可以稳住中小股民手中的股份，二来还可以稀释我们手中的股份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哼，这就是一场赌局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牌究竟是什么，赌的就是金钱和胆量。再提高一些价钱，彻底击垮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主动退出。可是咱们这么做，那还得再掏钱啊！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资金了。钱，钱会有的，只要我们的意志够坚定。盛华再次将股价加到了156元。另外，股票市场已经开始有一些不利于我们的传言，好像似乎在诱导着股票持有者尽快出手套利。我觉得这一定是盛华集团在背后给我们制造舆论压力。那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孟彤的底线是多少。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，如果说之前是赌博的话，那么现在就到摊牌的时候了，我们奉陪到底。我们绝不妥协，核心落在谁手里都不可以落在孟彤手里。嗯，孟彤，我已经给你们注资了2亿多，你不但没有完成收购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追加资金，这次是我们集团不能同意。就是你们盛华集团不像当初说的那样像无底洞一样，现在赵氏和熊大已经合并，并且得到了基金公司的注资，我们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。而且目前的收购价格已经过高，即便完成收购，也不能带来丰厚的回报。所以，树本公司不能满足孟总的要求。是啊，我们私下讨论过了，这次并购该结束了。孟彤，我们现在要求撤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呢？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是这样，我们不陪您玩了，您爱怎样就怎样。孟彤，你是疯了吗？现在从商业的角度来说，根本就没有坚持的必要了。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反正哥几个不陪你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玩赛车比较合适。像你这种高风险的游戏，真不适合我们。现在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得，咱们还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啊！想不到，你们几个也胆小如鼠的。孟彤，你搞清楚，这不是胆小不胆小的问题，这是理智不理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觉得你啊，已经丧失理智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散了散了啊，不跟他废话了，走了走了。你们好好讨论国家大事吧。我们哥几个去玩我们的小漂移了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就行了啊！哎哎，筷子，筷子。 大家辛苦啦，来，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你们比较辛苦。已经十个小时没有孟通的消息了，他不会已经放弃了吧？孟通这个人这么狡猾，我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事儿来。今天医生告诉我，昨天你一直在说一个童字儿，你是不是想儿子了？妈，你看看我，我就是孟童啊，你认得我吗？妈，我记得你特爱穿连衣裙，过几天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总穿着它带我去买雪糕，我特能吃，一次能吃好多，然后就开始拉肚子。就到医院，老爸还因为这事儿骂我们呢。不过一切都变了，但我知道是谁毁了这一切。啊，这妈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这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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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没事了，妈，妈，走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妈，妈，没事了，妈。老林，啊，能不能不看了呀？哦，还没好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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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看了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凭咱们儿子的聪明才智啊，这一关是肯定能过去的。嗯。你说儿子的聪明才智随谁啊？我还真说不好。哎，不过这个遇事乐观的态度还真随你，是吧？嗯，我也觉得特别像我。那当然了，那是我生的亲儿子。别抽显摆啊，又开始显摆自己了。妈，哎呦，你们生的亲儿子来看你们了，来也不说一声。姑父，哟，这男也来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懂事儿。你说你来看姑父还拿什么东西啊？多见外啊！就是，一家人别这么客气。就是，他是我姑父嘛。爸，看你气色不错。哎，在你妈的精心照顾下，我好多了啊。姑父，你得快点好，公司需要你。哎呀，我们现在都老了，已经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管理公司啊，还得需要您这样的人才。是，这有点拍马屁的嫌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是我亲侄子，你得心疼你姑父，让你姑父多歇两天，让他回家好好陪陪我，行不行？好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说点正事儿。儿子，公司现在怎么样？公司目前还行，目前孟童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，我们已经占据了上风。如果照这样下去，盛华收购的计划就破灭了。嗯，孟童这个人呢，我比较了解，城府很深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所以啊，你们要格外小心，尽量做好下一步的打算，谨防他杀个回马枪，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呀。给你爸盛碗汤啊。你妈天天煲汤，我都快喝的。哎呀。喝你的汤吧。志南，嗯，姑姑问你点事儿。问吧。你爸爸怎么样了？啊，挺好的。我前两天去看他了，他说在里面积极参加活动，说还受到表扬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志南呐，
别太往心里去。我们当老辈的，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活得健康，活得开心就好。这样，等我过几天出了院呢，我陪你一块儿去看看你爸爸，啊。振南，这姑妈呢也是妈妈，咱们两个是最亲的人。你呀，有事没事回来看看我们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帅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会陪着你等舅舅回来。对啊，没事啊，别总在外面，在公司吃饭。你姑妈做了一手好饭啊，你说在外面吃多浪费啊，还得花钱。吃他的，喝他的。好。按时起床，定点吃饭，早晨起来做早操，吃早饭，然后在劳动中反思我的前半生。振南有没有跟你说，盛华集团收购核心集团的计划也暂时停止了，现在在等下一步的消息。据我了解，是盛华集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这场仗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打不下去了。你记住啊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邢梦那个小子我接触过几次，他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成为赵氏的股东，还能在凌永雄身边蛰伏，这就不是个一般人呢。这种人发起疯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嗯，那个，我听说他生病了。你说永雄啊，生病了，老胃病，这次差点要了他的命，还好他命大，阎王也不收他，回来了。美华，这么多年，最难为的就是你了。我的泪光中残留着迷惘的坚强，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。我的双手紧握着这愿望的星光，流浪在繁华迷失的世界。的路就不害怕风浪，可是风雨里远航，追逐容易偏向，茫茫城市的海洋，该往哪里仰望？我的泪光中残留着迷惘的坚强，在天空海阔里找方向，我的双手紧握着这愿望的星光。
世界，独自守望。